侧肩、大肩、小肩、中肩、下肩，那这几个穴位呢，基本上它都是治疗疝气的特效症。其中的侧肩、大肩、小肩呢，它的位置是位在食指第一节中央的旁开三分，那以中央点往上2.5分，往下2.5分，这三个穴是侧肩、大肩、小肩。那中间穴是位在食指第一节正中央，这是中间。那下肩呢是在第二节正中央。这五个穴呢都是直刺2到4分，如果以三阴针来点刺出血的话，那效果也不错。那么这五个穴位除了治疗疝气特效之外呢，它也可以治疗肠炎，也是特效。